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继续收看我们的象甲节目。今天呢，还是由我和蒋川特级大师一起为您做题句讲解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带给您的呢是经济联队对阵四川成都队的一盘对局，也是蒋大师的一盘自战。对，这盘棋呢是由我对阵四川的希望之星许文章。许文章呢年少成名这个应该说是很有潜力的年轻棋手，现在呢甚至有很多誉为说是郑维桐之后的四川最有潜力的信心了，特别看好的一名选手哈。对，好像去年也得了好多成绩。对，得了好多成绩，而且他在象甲的成绩也不错。对对，今年呢他也是在去年在四川队的选拔当中脱颖而出成正选。四川队呢是我们象甲联赛去年的冠军，对，冠军队伍对，能代表冠军队伍出战，应该说也是很厉害了。对，实力应该不凡哈。对，果然是如我们所说他走兵七进一非常积极碰到我呢，应该说也没有保守还是主动。你跟他的对战多吗？我跟他对战其实还真不少真不少是吧？因为今年在象甲的季前赛当中，我也跟他下过一盘当时应该说也是，他也走现任之路。季前赛当然没有像这个比赛就这么紧张，压力这么大当时他也选择现任之路。当时呢，我是应以左过攻炮，炮八平四。哦，炮八平四了。炮八平四。那盘棋呢，布局阶段应该是他占优。OK。后来呢，由于这个时间紧张，他是输了。但是那盘棋压力没这么大，对吧？没这么大。这盘棋呢是联赛嘛，毕竟你是要争取立功的。对。炮平三。炮平三他是炮平五这个这样呢就是现任之路还价中炮对，也是飞象。对，是这个局面呢就会相对来说复杂一些。对的。在这步棋当中呢，红方如果走马二进三，那黑方就卒三进一冲过来了。对的。这个局面可能会非常的明快。但许文章这盘棋走的应该说也是对自己很有信心，他走了个象七进九。这儿就有点怪哈，对，我觉得比知识还要怪一些，对，但是意思跟知识有点雷同。对对，刘大师说的这个怪，其实其理在哪里呢？就是我们布局阶段通常不希望飞边象。对，第一个是飞边象，第二个是走弱子，他都占了。对对，走弱子，但是呢，其实我们细想他是。尤其是针对黑方有个主体炮的情况下，对，他就是目的比较明确。对，但是他之后能不能调整开，这不像能不能被利用，就是这个棋的关键了。是，这样呢，这个黑方还是堂堂正正的马八进七你当时咋想的？你当时就是我正常走看你有什么正常出子嘛，后续吧。红方马二进三，马二进三跳也是出子，黑方车九平八，车九平八出。红方走了车一平二，在这个变化当中，其实有一路是炮八平六的。炮八平六炮八平六也是个条形，对吧？炮八平六这样的话，黑方呢可能会炮八平九。炮八平九红方马八进七。马八进七跳。黑方卒七进一，这样出车。红方出车。出车黑方呢可以马二进一。马二进四，马二进一。马二进一，马二进四的话，它倒有车八进八。这样车八。车八进七的话，黑方就有四四进五了。我们给棋友们摆一下有个小圈套。对，小圈套。我替棋友们钻一下这小圈套。对，四四进五，四四进五，让你吃。吃了。你红方如果再吃进去，马七进六。亲朋友们是个死车是个死车。别跟着我走这套变化。对对。看上去很诱人。是。好，所以车八进七不行。车八进七不行对。那么这个局面下，红方有可能会下马七进六，这个还是堂堂正正的马七进六，这个开局阶段对渗入敌方阵营，对是，黑方呢，比如说是四进五，四四进五补一个，这样红方你看红方在左翼九路车已经出来了，并且六路炮这个把你车一平四封住了，将门车了，所以红方有可能会车一平二对车这么对调，这个也可以理解因为自己好位置的，对，好位置都占了，对的，所以高手们对蜗居的时候大家要想想，就他肯定是其他地方占便宜了对对对，有特殊性不过这样的黑方也车一平对车那就下残局了，下残局，马炮残棋了，红方略好一点点，对，但是差不多，所以这个象的问题没有显现出来，对对对，就过去了，是是是，好，这是炮八平六的变化但那样呢是求和了
这个我们刚才说了，这个小将许文昌啊是非常有希望，所以他是主动出击呀、啊。啊，我们士在原位，马还在原位，嗯。啊，这样呢，他并没有走炮八平六，而是车一平二出车、啊，嗯，还是比较积极的哈。哎、啊，对，嗯，出车啊。你走啥了？我走炮八进四，炮八进四封车，嗯嗯。封车，红方呢这步棋啊。把这个变相利用起来了，马八进六，马八进六，嗯，拐角了啊，对，拐角马啊，但是总觉得拐角的时候应该是中向的哈，对啊，中炮这么拐角好像很少见啊，很少见，能不能拐得好啊？对，在这个，我觉得其实黑棋拐角很舒服。啊，对，黑棋因为是中向啊，所以拐角很舒服。对，对这样。所以我就跟你说的拐角了，你要看他拐角之后，听到我指挥了是吧？啊，对，嗯、啊。啊，拐角的红方走车九平八，车九平八出去、嗯，黑方吊住了。啊，黑方没有吊住，黑方这个时候得走卒七进一了 啊, 啊，要不然他挺三兵了、啊，让他挺三兵啊。我们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刚才为什么不可以挺三兵 啊, 啊，比如说在这里马还没跳啊，马还没跳，直接拱三兵。啊、这时候拱的话，黑方就有炮八平一打兵的棋，对他有个闪，这样这边很痛。嗯对啊，那边吃了就这边打过来，一会儿这边去一片，这都被吸住了。对对对，是这样，这不能被杀、啊。所以他这个时候不能冲，他只能先马八进六啊，带黑方马二进四啊。他这时候冲，黑方还是一样打，啊啊，所以他出车，所以他出车、哎，所以他知势，嗯啊，所以呢走卒七进一啊，现在走卒七进一。所以哦，现在走卒七进一。现在走卒七进一。现在走卒七进一、啊，对的。所以高手们在这个棋局里面那个开局的时候，你别看他使劲的想想那么久，他的次序还是很严谨的、啊。对，次序挺严谨的。每个扣、嗯、扣一环都扣得很紧。对，嗯是，在卒七进一之后，红方炮八平七，炮八平七，亮、啊、车，嗯嗯。亮车的同时呢，也把黑方的这个一路车啊给挡住了，是吧？其实这个局面，我跟棋友们说一下，我自己下过很多盘。你下过很多盘啊？你对我你见过很多盘？我作为黑方下过很多盘。哦，好。嗯，我记得我跟王天一下过，也下到这局。汪洋下过两盘，跟孟晨都下过。啊，我下了很多盘。那是不是人家有准备的呀？对，所以许文昌啊还这么走，他肯定是看了我很多的棋谱。对啊，就是啊。对那准备他出什么飞刀了？出什么飞刀啊？所以，但是我认为自己黑方这个阵型啊也非常好，对，所以我也挺有信心。对，哎，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信心哈，是、嗯、认为这个棋虽然被人家准备，对，虽然有可能被人家准备，但是自己还是堂堂正正的哈。是，对啊，我呢走了卒一进一，卒一进一，拱卒、嗯啊，这是想拱过来弄象吗？啊，对，我再拱过来，我把一路车杀出来、嗯、啊，对他象进行牵制。哎，这也是一路车一个很好的出路啊，大家看一眼。啊、对，除了编码的时候可以这么出，编象的时候也可以这么出。对对，是。主要是不甘心车一平二，是吧？对，是。在这时候，红方是走了车八进八，车八进八装马、嗯，抓我这个拐角马啊，我马四进六，马四进六拐出来，马四进六拐出来。啊，再拐出来啊，不怕红方打中兵的、啊。对，现在打中兵，我觉得有点后手一会儿。啊，对，现在打中兵，我就补个士就行。对，一会儿被容易闪。啊，他的马，他的炮过一会儿容易被我利用。对，被利用。啊、嗯，所以红方、啊。对，在这个之前呢，啊，其实我应对的作为黑方应对红方的时候，红方走好几盘都是走马六进四，也穿攻过去。嗯，穿攻。嗯。看不懂了这棋，他穿攻他是希望兵三进一碰兵嘛、嗯、啊，穿攻同时呢给黑方设下一个陷阱，就是让黑方打将。哦，黑方应该、如果打将的话，我们看啊，这个红方会反将。对，他有个反将啊，他反将，我要补士的话，他再把车给杀掉，那还可以了。这样从部署上我黑方吃亏了。对啊，就是啊，那红方还不错了哈。嗯，对对是。所以拐角马就是你穿攻出来的时候，这中兵就很。要小心一点，对、啊、是这样，对，嗯，啊，所以呢这么下的话，当时黑方但是不会打，黑方走四四进五啊、嗯、黑方不是四进五，先补一个是有道理的、嗯、避免你将来将哈、啊、对，这样过一会儿黑方就可以打了，对啊，对的，但当时的对局呢是红方兵三进一，这必走了，哎、嗯、黑方也吃掉，吃掉啊，黑方吃掉，哎，其实我觉得这个对头兵是不是应该等着人吃完了再跳上去的那种，那他如果非得要那么吗？他这时候没有别的棋好走呀，如果不吃的话他也没别的棋好走嘛，是，对啊，你等着他吃了跳上来不快一步，对对对，那作为我黑方啊，我没别的棋好走，你我如果卒一进一杀出来的话、我感觉自己右翼太空虚了，底线有点漏风、是吧，对对，
所以你就拱了。另外我认为拱过来啊，他马四进三，我后手马六进七，这样你觉得这么顶着挺好的哈。因为作为黑方呢，我们认在象棋的理论当中啊，我们认为后手先顶住也是可以接受的。而且我觉得挺工整的。对，我觉得比红方工整一点。对对对，是，啊，正是因为我刚才说的这些想法呢，所以我还纳闷呢，这个我之前下的这些棋也都能顶得住啊，这盘棋还走这个，你还跟我走，到底有什么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？马在那边啊。马的对，葫芦卖的什么药呢？对，哦，我跳过来了，对，跳过就是了，对，穿过去了，是，所以在这个时候啊，许文章就亮招了、okay、啊，他走了一个马三退一，马三退一踩炮啊，这么惨，亲朋友们看看这个踩炮，踩炮，这不能进呐、啊，这只有退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打将还不能打，打将他就反将了，啊、打将反将了，这肯定是不行的呀、啊，对，我要进炮的话，正好 马六进四，这么一踢、又是不先手，炮八退一退二。退一吧，退二。对，我感觉退二他车能抬起来。车二进四了、就是、所以我这步棋呢、我想了一下就炮八退一啊，不管怎么样也得先退步炮。啊，这时候呢他再走马六进四。区别就在于没有打将了是吗？嗯，他应该是这么想啊。马六同时呢他尤其是快棋嘛啊、他想考虑变一下次序啊，给我一些压力。啊。嗯。但我觉得他还是特别想把车顶起来的。对对是。要不然凭什么平白无故把马回去不？对对对，就是这样的意思。啊，同时呢，他现在跳马之后，接下来还是有兵三进一对的棋。对。啊，啊。你直视了。啊，所以这时候我就马七进六直接跳了。马七进六好。啊，马七进六直接跳。我在想他要兵三进一，我就马六进五了。OK。哦，这有个踩这个哈。啊，对啊，是。啊，在这个时候呢，红方啊。是车二进三，车二进三，顶起来了。顶起来，顶起来呢？他接下来呢？这个还是他是希望我去踩他。踩他可能我会变成先中后。先中后，我呢实战是走了车八进三，车八进三顶起来哈。车八进三，对。哎呀，这个局面看上去有点乱啊，一个子儿都没有吃好像啊。然后全面这个，而且阵型有点接近。对，都是一个拐角马穿攻，然后双方僵持在这儿了。我们给大家一点时间，让大家稍微的停顿一下。我们稍后回来再看棋局的发展。我们现在回来看看棋局的发展啊。这个棋局很混乱，蒋大师，你当时临场怎么解决的啊？好，这个在这个时候，其实我对于局面还是挺乐观的啊。首先啊。我马踩着你兵，而你如果兵三进一的话，我可能会吃掉。你再马四进三，你有顶起，我可以车八平七。八平七了哈，这样他这个马非常的尴尬，还得回来。就是你这马不错哈，马七进六的马不错。对呀、所以我挺乐观的，我想看看他到底走什么啊。实战呢，在这步棋当中啊，许文章也经过了长考啊，他感觉局面难打开啊，他实战走了车八退一。车八退一吃炮、捉一下我的炮。啊。他的意图是什么呢？捉一下炮，他的意图是让我炮三退一啊，炮三退一，他接下来炮七进四打卒。哦，他是这么想的。是这样的。那是这计划啊。对，我打卒只有退吧。如果退的话啊，他是打卒。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他是什么意图啊？打卒，我如果走卒五进一，他可能走炮七进一。OK。正好他想往前顶进去了。对，他是这样的意思。这样，如果你这是换了的话，红的还可以了。对，毕竟我这个马其实很有用啊，保着这个车呢，是吧？给那车生根呢，是吧？不能被换。对，他是这么想的。所以呢，我也看了这个他的意图，我就走了马六进四。马六进四啊。嗯。蒋大师这马六进四很抢眼啊。对。一个不躲反而攻啊。对对。反吃。是，他呢这步棋啊，他如果车吃炮，那我踩炮，那他就没有先手了。对。所以他保留变化，炮七平六了哈，炮七平六，先躲开，然后你就退回去了吧。这时候我再退，这个先手走的小过门走的不错，对，挺好的，是的，在这个时候呢，红方啊，又是什么接下来的手段了？红方没有手段了，他接下来，他只能兵三进一了，兵三进一，对，该走的还得走啊，对啊，不能老留着，对，兵三进一啊，对了。踩出来，然后他跳上去，这个时候呢，黑方马六进七，跳上去也顶上来。顶上来、我知道现在我也觉得是这两个都是象尖马，但人家那是象尖，他这个是
对，他没有像保护。对，所以我还是觉得总体来说，黑的对黑的这下手来更顺眼一点、啊。是的，是的，嗯，这个时候呢，许文章啊走了14进5啊，补后中路。嗯，哎，我走了炮3平7。炮3平7。啊，当我临场走到炮3平7的时候，其实我心里很舒服啊，哦。我在想，这个我打着你嘛，你马上咋躲呢？对，躲了车被我踩了。而且这子儿都这么顶住，都被吊住了，对啊，缠在一起，然后缠在一起是黑的主动的。对啊，你还不能走车2平3保，保的话，哎，我炮8进4一僵，这不漏了，白踩炮。对啊，漏下来了，不行。所以我当时挺乐观了啊。嗯。啊，这个时候呢，啊，许文章确实陷入了长考，他花了很多的时间想出了一步好棋。啊，车8平6，车8平6，那我觉得你说是特别那个费劲，嗯、但是红的确实没什么好走的了。嗯，对对对，这步只有这个棋了。车8平6之后，又把问题交给了我，是吧？嗯、我接下来换不换啊？我也只能换，我看我要车8退1忍让、啊，那这个棋也不是架子呀。对啊，啊你忍了半天，你一会儿该要干什么呀？对呀、啊啊，是的，看不到，换了吧。嗯对，我也就换了啊，简单换了哈。啊，对，打了，打了啊，然后他吃回来，嗯，啊，这个时候啊，我自己很高兴的一步棋走出来了啊。我们按常理的话，可能会炮8平4打掉，炮8平4就换了、啊，打掉，那他车2进3，啊，他吃过来 还打着我的中卒，对，而且两个炮不舒服哈、嗯，那红棋还可以。对，我这个次序我自我比较高兴啊，我走了个小小的闪击了一下啊，我走了炮7平5，嗯。被闪了一下，对，红军被闪了一下。这个炮7平5呢，作用我就马踩着这个车，对，最主要是这事儿、嗯，他必须得退车，对，嗯，这样我炮8平4打掉，对，这样比较满意了，对，这个就满意了，比较满意了，嗯、是，打掉的话他杀车啊，这样换这样呢我炮再换掉，换掉换掉他飞象、嗯，飞象，啊，刚才说为什么高兴呢？因为换掉之后啊，他中炮就不会瞄着我中卒了。OK， 是这个意思，嗯、是这个道理。因为他把最后多换了一个炮，是吧？嗯这样的棋友们，你们看啊，虽然在盘面上啊，大家物质力量都一样多，对，但是啊，黑方有个象尖嘛。对，黑方的马好，嗯，黑方的车稍微慢一点，但是随时都可以出来。对，啊、是这样的意思。轻点让子弟、嗯，我觉得反正黑方可抗衡了。对对对对，是。啊，另外这时候其实我有想法想赢了，尤其刚才我说的，你这会儿就想赢了。尤其他车8平6，他花了很多时间，哦、在这个时候我时间还有时间占优势。哎、我时间上占了很大的优势。棋、嗯、上其实我觉得只能稍好一点点。说想赢嘛，嗯、还是遥远哈、啊，但是要加上时间，确实是可以努力一把。对，嗯，哎，我首先第一步防止他换马。马一定要换马，啊、所以我走了炮4进1。哎，嗯，这个看上去是好棋。对他呢，马1进3，1进3，保兵啊。对。啊，这个时候我就走车1平2。车1平2，这样没走这个是吧？啊、对，我不要，不愿意跟他换卒了。哦，我已经保留了是吧？啊，想保留卒了。这个真是要赢棋的风范、啊。对对。这样我肯定就拱他拱，对，换了，反正把车出来，对吧？也是挺正常的，还是按着象，然后再走。嗯哦，这样不换了，不换是想不换是想生吃掉他，可能。哎、啊，对，想生吃掉他啊，这样呢？红方啊，他这步棋倒下得挺好啊，这步棋许文章下午退七、啊，调形，调形，同时把中炮给露出来了、哎、啊，中炮露出来，这个时候呢，我走了应该是14进5吧，14进5补一个，我先把他那个避开啊，啊，把他的先手避开，嗯，14进5的话，他应该走炮6平5，对，炮6平5，他是特别想换子儿、嗯、就和了，我估计，对对对，啊、炮6平5啊。看患者，想患者这个时候呢，我也思考了一下，嗯，我是实战走了个车2进4啊，我就让他打，因为我感觉他时间也很紧，啊，那他是不是应该打了呢？他如果打了，我有可能啊，会车2平6啊，你不踩他炮，对，然后放在那儿，车2平6过快，我准备马7进8了 ，OK。哎、对，局势倒对他有很大的压力的。对，因为那个黑方的子儿在不停的往前上、啊，嗯，对，牵制是，所以他没敢打啊，他没敢打，他也先占累了，嗯，就平车先占。对，车2平6还是挺厉害的，嗯，这条线挺大。啊，这个时候呢，我就打了一下车，我不让他打中卒了，啊，对对对，啊、打车，然后过门了、啊、是吧？嗯、啊，退我就走炮4进5，这往里塞呀、啊嗯，看得见看不见的哈，对，这意思哈，挺有意思滑滑的，对是。对我过快有可能炮4平1去打兵了，对对 对, 对，就是这样的意思啊。他呢车4平3，嗯，顶马，嗯，顶马啊，顶马呢其实他也没什么好走的了，我是觉得啊，对他顶马，但是他接下来有个马3进4的棋，他想上马哈，哎，
啊，这个时候呢，我走了炮四平二。炮四平二，你想揪他是吗？啊，炮四平，我两个意图啊，一个想走车二进三。车二进三。啊，吃象。吃象。哎，这个也挺好哈。啊，挺凶。对，同时呢，我大概一看，以为他马三进四，我可以炮二退三。啊。哎，我就这么想的。啊。所以这招挺好。挺好。都制止了。是，确实是挺好。但当我走到此的时候啊，他还是跳出来了。哦。他没管这个哈，没管这个，但现在是不行了是吗？我如果穿他的话，他可能会兵七进一。兵七进一有个巧送哈，巧送，巧送的交换不一定够赢，不一定够赢。他如果兵七进一，我卒三进一，卒三进一，他有可能会马四进五踩掉，或者马四进六都有可能，马四进六还是进五吧？马进五，对对，进五吧，这样都有可能啊。换了这样你是逼对了，你不能再回去了，对吧？对了对了，这个被吊住，你虽然多了这个，不一定够赢，不够赢，不够赢，对。哎，所以他有个送兵啊，嗯，这个送兵也是在这个棋里面经常出现的。啊，值得说的是啊，在这个时候红方时间已经非常紧张啊，他能走出这样的棋。我们在这个背景之下哈，那说明许文章还是有一定实力的，对，要不然早就慌了哈。然后实战呢，我看不行啊，我就车二平六啊，回来顶了。这个棋啊，对手时间紧的时候，大家记住保留变化，好，对，缠着，别简化，一简化就松了，是吧？对对对，这都是策略性的。是。其实在这步棋我感觉啊，是不是许文章炮五进四给我打了得了，直接打掉 对对对，打了可能还好一点，但他怕打了看不清，看不清，打了我有可能对来回来去的车六平五，这哪看得清楚，是是是，然后吃中兵，是是，也不好把控，所以呢他就求稳啊，走炮五进四，那你不车六平五了，那我车六平五还吃着兵 OK， 他然后退车保兵退车的时候我炮二平一了，但是感觉上这个棋红方没有怎么调整啊，对，没调整开，是，然后黑方陆陆续续的想走的都走着了，对对，还是给他一些压力了，对的，他呢这时候又想换我这个马，炮四平三啊，炮四平我马七退六不让他换，对啊，不让他换我过款还是有炮一退二打兵的棋啊。其实有的时候这个高手之间对局，我们业余棋迷里面下棋就是换就能换到，但是跟高手下棋就是你明明知道换了就能和了，但是就是换不着，对，是这样，所以有时候说下棋就换呗，换干净了不就和了吗？但是哪那么容易啊？对对对，这事儿不简单啊，包括我们有时候赢棋啊，不见得非要这个就是主动进攻到什么时候啊？对，有的时候你只用把棋局保持复杂，控制住，就有机会。就小换换不着的那个滋味挺难受的。对对对，是，我们接下来看啊，他还是想换啊，这个马四进三啊，让我车离开之后啊，他想拱中兵，拱中兵啊，这样不是任何线都守住了吗？兵也不会吃了。他是这么想的，但是确实是不是这样呢？这个，但这时候啊，正好给我留了一道口子啊，我车八进五打将，啊。你要退士的话，漏洞了。对，退士的话，我就炮一平七过来了。对，那没勾，非常厉害。炮一将就快对不行了。是，所以他就电炮，电炮这个时候我炮一退二了。他可能没看见这个。确实这个计划，我估计他这个计划很早之前就算到。对他，我觉得他可能算到兵五进一开始形势判断的。对对对。没有继续往后。是是。那还是漏算了。对，这个兵一打。这个黑方就非常舒服了，对，这一吃那吃子了，这个兵白被吃掉了。对对对，是，这样呢，红方啊炮三平四，黑方炮一退一，啊可以再打兵了。问题是这个兵吃完了，中兵也麻烦，对，也保不住啊，是，这怎么保？兵五进一白送了，对他只能白送了啊，白送，白送就白送了哈，保不住了，这样拱了，白吃。这样经过这几个回合，就是许文章这个。大量的算度之后的兵五进一，然后后面没有看到，这样我觉得黑方已经获得了大优。对你当时挺开心的哈。对这个局面看到胜利了，这样说看到胜利了不过分了啊。对，在这个时候呢，啊，许文章倒走的还挺积极的，他车三平八，车三平八，车三平八，他两个意图啊，一个他想这样吧，啊，车八平九啊，同时呢把我这个鞭炮啊关注了，他想关注哈。对，鞭炮关住了。对，要不然他也没什么可动的了，马也不能往前了。这样你走啥了？我走卒五进一。卒五进一，过。过中卒，啊，你要车八进二，我就炮一进一。哎，这样一会儿能盖中炮。对，摆住中炮我就赢啊。对。但这个时候许文章下来一个让我冒出冷汗的下法啊，马三进四。哦，钻进去了。啊，钻进去了。啊，这样能有棋吗？钻进去，他接下来要车八进六，一将马四退六将啊。啊。所以对我压力很大。实战呢？现在是个杀。
我是出将了。出将了，现在是个杀出将。我出将，认为他是背面。但我觉得他的马还是挺挤的呀。对。不一定有骑。不一定，他居八进六一将。居八进六一将。我上将。但是还是有点危险。嗯。上将。缩车了吧？哎，他居八退四。是走这儿了吧？对呀。哦，这是吃士呢，吃兵呢。对呀，这是我如果再下将。他可能劈我一将，再吃我卒，我就受不了了。对，对，不能是给了吧？只能给士了，是吧？啊、想赢就得给士了。对对对，我这跑不了这个了，我走炮一进一了啊，给士，嗯，这样呢，他居八平留一将，把我士吃掉了。这样哈。啊，居八平留一将，我士五进四。士五进四，他吃了哈。士五进四，士五进四，他还没有直接吃。哦，他没吃。对对对对。他先走车六退二。他先走，他要炮管一下，要不然一会儿有可能僵了。对，要不然我炮一平五了啊。这车六退二，我炮一退一。对，退炮。为什么不拱卒呢？哎，拱卒他就能马四退六了。哦。啊，我退炮他不能马四退，退炮马四退，我有卒五平四啊。哦，这样。啊，是这样的意思。哎。要不然他马四退六了哈。对对对，这样让他车吃。这样能闪哈，正好这小卒都用上了。是是是。你走卒五进一的时候看见这个了吗？啊，看到了。哦，真远。看到。看得真远啊。是是是。啊，他车六进四。车六进四吃了。杀掉啊！啊，我进将。嗯。进将。进将啊，车六平八，车六平八，他必须把车甩开打将，然后把他马能调绕回来。对的，但是就算绕回来，我觉得也不一定怎么样。车六平八，但是已经算很顽强的一个下法了。是的，我呢，这个时候就马六进七了，比速度了啊！我只用马六进七，再马七进八，跳到这个位置，我就非常厉害啊！他一将进车一将，我下将啊，再进车一将，上将，上将啊。这个时候，他又退了吧？他应该是，他走了马四退六。对，他将的时候，先把他将下去。对对对对，将下去的，说他走了马四退六啊。然后出将。我出将。这样马停在这儿了。对，在这个时候呢，他走了车八退五，确实啊，这个给到他时间上很大的压力，他没有走出最顽强的下法。但是这个是防守的第一杆，但是防守第一杆确实说能不能防住还挺麻烦的。他其实应该走车八进一一将，让我上将之后再杀个士。哦，杀个士去防守，连攻带守是吧？连攻带守啊，这个可能会好一些啊。那你的计算是什么呢？你当时的计算？连攻带守，杀士呢？比如说如果杀了士啊，这个徐哥到这里啊，士老将在上面啊，这样我可能也会炮一进一。对，这也得用炮。哎，我也得炮平过来啊。那他这样，他可能马六进八。马六进八，然后你再进个将，哈。对对，进将，然后那车马可能也杀不过你吧？形势也是我好一点。炮使不上劲，但是他应该这么下。哎，应该这么下。因为等于是吃了个多吃了个士。对对，多吃了个士啊。对。他是直接来防守。对，实战他是车八退五，直接防守了。但是问题是，守不住马七进八。马七进八了，他直接就守不住了，然后他车八平三，塞住了。啊，这个时候呢，黑方就有炮一进一的好棋，虎口现炮。对的，虎口现炮啊，蒋大师，虎口现炮。是啊，这个接下来要炮一平五了啊，他走了炮四平三。我就觉得你这块就想走的都走着了。啊，对，炮四平三，那我炮一平五，走到这个。不知道怎么硬将了吧？啊，对，不知道怎么硬将了啊。不能动士啊，这个。对，是。只能出将。出将啊，我马八进九。马八进九一踢。非常简单，必须飞象。对，必须飞象。然后我车八退三就对车了。哦，这么简明啊！很简明。该简明的是简明，该复杂的时候复杂哈。是。多兵赢定了，就赶快对车。对，这个他车躲了，我就车八平六一将，马九退八，肯定赢了啊。这样不能再躲了。他吃掉我马九退八，这个棋呢，黑方啊又多卒，位置又好。对。嗯。问题是位置好。对。会很快是吧？对，他是炮三平一，想对打。这一路卒都不知道怎么弄。马八。对的，我都不给他这样的机会了啊！炮五平六，直接就入手了。不用漫长了哈。对，准备马八进六将。对，这样进不去了，马勾炮了哈。对他上帅的时候呢，我炮六退二啊，伏有马八进六一将，卒五平六绝杀。好，所以走到这儿，许文章就认输了，就认输了啊。啊，蒋大师这盘后半盘的功力可见当中啊。不过这盘棋小将的表现啊也是可圈可点啊，相信假以时日，肯定是非常出色的棋手。是吧？好，今天的棋局讲解就给大家讲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棋友们再见。